去，别在这儿捣乱，玛利亚！恶鬼从这个女人身上出来。 玛利亚·亚布拉罕的女儿，她正常了，谢谢你，太不可思议了，的确是神迹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成了他的追随者。 我要做上帝喜悦的事。你们为什么与收税官和罪人在一起吃喝呢？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不是要叫义人悔改，乃是要叫罪人悔改。 看到他的信徒与日俱增吗？众人都赞赏他。也许他是对的。我们该去质问这个加利利人。你们带着刀棒来把我当做强盗捉拿吗？ 我天天跟你们在圣殿里，你们并没有下手抓我，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，也是黑暗掌权的时候了。逮捕他。 这一大清早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这个人他诱惑煽动百姓，在圣殿的集市上引起骚乱。我们查出他有罪，他告诉百姓不要向罗马皇帝纳税，还说自己是弥赛亚，是王。王？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说得对。除了凯撒，我们没有王。 我们有律法，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为他把自己当成上帝的儿子。其实他什么错事也没做。你要是放了他，就是对凯撒不忠心也不神。杀了他，杀死他，听他的呼叫。他是怎样？为了我的缘故，人们仇视、气绝、侮辱你们。 并毁谤你们是邪恶的，你们就有大福了。那时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他们的祖先也是这样虐待众先知的。要爱你的仇敌，要善待恨你的人，咒诅你的，祝福他。凌辱你的，为他祷告。如果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 连那边的也让他。有人拿走你的外衣，那连里面的那件也让他拿去。凡求你的就给他。有人拿去你的东西，不用再要了。如果你愿意，人们怎样待你，该怎样待你。为我们行一个神迹吧。
救了别人，让他拯救自己吧。父王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。大石头被挪开了，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当记得他在加利利时对你们说过的话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。夫人，你为什么哭啊？你在找谁呢？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现在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玛利亚，夫子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复活了，主啊！去，把你看到的告诉我的弟兄们。主的灵在我的身上，因为他指定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主差遣我宣告：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并派我来宣告：主拯救他百姓的时候已经来临。我看见主了，我看见弥赛亚。